检查，江小姐身体已经不要紧啊，伊巴肚内囡仔嘛平安无事，只是伊的情绪较激动，等下休困一会啦，就会恢复啊。医生，多谢你。你无代志吼，妈差一点仔，互你惊死。你爸去出差，你的代志我已经甲伊讲啊，伊嘛替你烦恼。谁？妈，四瑶嘞？四瑶今物状况安怎啊？只要一根线，先卖官方私窑。今日游艇地面人拢有做笔录，就在哪里？警察讲，等伊较清醒，再出来警察局做笔录。然后，咱就会当去处理。先卖管伊，你哪又搞到这里去伤啊？我跟他讲，方思瑶，我跟你讲明场，用十年的时间照顾你，帮助你的伤会当赶紧恢复。今嘛你的情要死啊！你说连一点点的艰苦都无。你来保重你的身体，还有你巴肚内底的囡仔。方小婷，方思瑶是我死也做袂艰苦。好了，就准我艰苦，敢有法度改变事实？周伟哲，方思瑶是不是你吃落来？不是。小弟，你即摆一定要较冷静的，你一定要保重你的身体，你千万都唔通忘记的。My Jasmine。今日大家拢真忝啊，请大家先等伊休困，小婷我来照顾就好。阿金多谢大家过来关心小婷。小婷，我话保重，等你出门，妈再去还。四瑶死，你应该是真欢喜，那也是一款欢喜。难怪你真正跟方四瑶感情。袂用的，我一定要坚强，才会当替四瑶报仇。你是安怎只刚刚就是要误会我？不管安怎讲。我知道方思瑶是恁太太进前，我跟伊就
你是真好的姊妹啊，敢不是？难免计较有感情啊。虽然我知影，方思豪若死啊，对咱两个只有好处。也毋过，我是无希望，该害死的人是你啊。咱的囡仔得要出事啊呢！我要哪有可能接受咱囡仔的爸爸，会是一个杀人凶手？你放心，这件代志真正不是我做的。我认为嫌上大的人是金佩芳跟柯展玉，毕竟因两个人比我更加怨恨方思瑶。佮想要骗我，你三番两次想要害死思瑶，所以这笔一定是你做的。不错，我去看到思瑶的尸体，我有去惊到，我想要赶紧倒出来得休困。好，我先送你警察局做笔录，然后咱就等出来。我想要先来去洗手间去。小婷啊，容易呢。我讲的出，我就做会到。即马左栋的大石头已经搬开啊，咱的计划无人会当做啊。未来这林平院长绝对就是你。思瑶的事真正是总会做害的。我绝对不会要杀你。见面就要讲，伟哲，多谢是沈总打电话给你啊。警察啦，因知影你进行了后，问讲什么时阵要做笔录，我跟讲等一下。先去替我办出院的手续，然后把车开去大门等我，我物件收拾了，才家己落去啦。好。
承认死又是你害死。今仔日我一定爱你付出代价。我是无好事想听的，伊奈这么紧就办出院啊？啊，总会则是带去做笔录，还带去当休困。小婷，奈开车开遐紧啊？嘿，总会坐车呢？啊，总会坐嘞？